今日是在宝林起步，是上鸭仔山，然后再过去宝湖山，然后落返条颈岭散队。梗系上啊，梗系上啦，上山嚟噶，系咯，啊，都几阔咯呢路，呢路好靓，阔嘅路啊，真系嗬，唔限住，不过起晒天台，不过要小心滑喎。宝林过咗隧道就到咗鸭仔山噶啦。好滑啊！可能落完雨啊，落完雨啊，如果唔系就应该冇咁滑。哇！真系未见过咁阔嘅楼梯啊，好多人行都得。啱啱我哋唞唞啦，好爽气啊！唔系，想带翻埋。哦。上山呢条路都几靓噶，不过落雨啊比较滑啲咯。哇！呢处好靓啊，唔好行住，影翻幅相先。哇！呢条蝉声好响。咦？呢个树林嗰草密麻麻喎。慢慢上得噶啦，系啦，边个睇头？有条树枝拦路，呢度有一枝哦，粗好多。你睇只 Sandy 点样上噶？揽过嚟，揽过嚟，但系呢个扶住嘢，扶住嘢揽过嚟，揾要揾呢个位置先。系掂晒，哇！前面嗰支仲粗啊！翻大陆啊嘛，依一支要捐过去，得嘅，慢慢嚟得噶啦。真系，妹郎啊，整住，行啦！哇，见到标高处啊！系啊，哇！呢个鸭仔衫，几快上到？有个艇喎，有个艇喎，几高啊？好矮噶，1.52啊。系啦，一提打翻张卡先，再嚟一张。呢个就系鸭仔衫嘅观景台，望翻落去清水湾。跟住呢个就是观景台望翻落去嘅实景。而家跟住响鸭仔山顶航拍，望翻鸭仔山。山后面那个就是将军澳，你看看多少楼。打完卡之后，我而家落山过去茂源山。OK， 而家翻到嚟山脚见到楼啦。咦，路边有个口号喎，健康一万步，全家做得到。完啦喎，完咗啦，而家去边度？茂湖山，好啦，我哋继续去茂湖山。好啦，行埋呢段路咯，到嚟马路啦。而家穿过一条隧道，到咗灵石医院。
而家沿住灵实医院嘅斜坡上山。呢度有灵实医院。而家沿住宝林兰路上山。后面啊，撞下树啊！系啊，宝林路。呢度好靓啊，打张卡先。而家上山啦，呢度。上岸嚟噶嘛？影相啊！系咯。佢行山長項嚟嘅，咦？呢條路上山好窄喎，前面就是观察台啊！呢个观察台哦，诶，做乜唔开放哦？好地地，几靓喎呢度都。打张卡先啦。好啦，继续上山。系啊，你踩上去。前面到顶啊，大休啦。好啦，大休之后落山啦，啱落雨，落啱落雨啊，跣啲啊，系啊，你洗得啦，系啊，好慢慢行，嗱，摸啲头发。呢、这个般若波罗佛心经，唔好走住，过嚟打枪卡先。今次我系另一个方向落山，睇下会快啲。咩先？小心啲啦，系啊，小心啲啊！好啦，呢度捷径路，睇下唔快唔快啲啦。好啊，知啦。要扶住啊，系啊。啊，出嚟啦！行山啦！哇！好，慢慢行啦，今日唔难嘅，落雨喎，少少啦，系咪？系啊，少少啦，哦，少少线呢度，咁即系好行啦，起码打翻两个卡，系嘛，短短地抵嘅，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唔好走住，响剑华村打翻张卡先。好啦，一齐饮杯。今日落山有啲难度，都属于三星。全程7.18公里，接近4.5个小时完成。今日上到海拔最高系233米。多谢收睇，欢迎订阅，再见。